뭐야? 가봐! 가만! 가만! 你爸怎么样了？你说呢？我跟你说了多少回，别多事儿，别管我爸的事儿，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？啊？这么多年，你以为我没动过这个心思给他找一个？我是不敢。我爸这些年之所以性情大变，就是因为我妈走得太突然，他受了太大的刺激。你倒好。